个香叫雨果香，我来来搁这儿写作业来。接他的一个战友在说话，无意中那个司机当时疏忽，他自己的孩子调皮踏到那车上去了。然后现在司机已经停业，已经停业整整了。通知他过来，他涉嫌违人驾驶一块在村里先停运，然后跟联合其他部门一块去他去做出相应的处罚。So good, so good.管，这个学生我也是绝对可以。好。